有些地方是上一次也是他帮助我在夺帽这一关拿下胜利，但这一次的赛制改变了，他要来找我，不知道他找不找得到。我站着趴着，叫出来睡着这样。我赌他不会特别走过来这边，你这样子趴着就从门口那边看不到我。哎，有必要扮女装吗？办公室男生也有啊。太炸裂了，快坏掉了。这种一种汗蒸母就是泡在红外线里面的感觉。我开始紧张了，一紧张我现在肚子好痛，怎么办？给你40分钟的时间做这件事。摄影棚躲猫啊！现实找出说对，不然交了要了要了要了，对，直播的机会。好，40分钟，如果你用了20分钟，你有20分钟直播。所有队员是什么？是所有队员是谁？是我们红队的人还是什么？就今天会帮你的人。哎呦，有艺人啊！有。今天不是只有我？当然了，我太好了。这一关我们还帮你找到一个帮手，帅啊，太棒了！哎，小伙已经很厉害了，来的这一位比你还厉害一倍，真的假的？厉害一倍，就是你是不是？我是，我的话那这个四倍，四倍。好，一起欢迎我们大来宾出场。上山下海，你来这种这么舒服可以吹冷气的关卡，他只有在第一关而已啊。对，哇，你真的是上山下海，你刚刚很失望吗？没有失望吧？我没有失望，哎，赶快告诉大家你最近在打的歌。我最近呢发行了我最新的单曲，出唱片，对，叫做拉米拉米。宪哥，你知道什么是拉米拉米吗？拉米拉米，你对我说，拉米，你爱我。时间已经过了5分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他今天是我的帮手的，没关的吧？这个你会玩吗？躲猫猫你会吧？我们就是要去，我们是鬼，我们要去抓，我们要去抓找人。对，我们躲，不是我们躲，我們抓啊！你们去找人呐、啊，就我们两个抓，就在 B1， 好吧？我們躲在 B1 里面，那这边里面的人也算没有，那不算，那这边里面的人也算没有，那不算，那不会有太奸诈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总共有4个疑点，四个预备。好，现在这么突然，好，开始，走吧。现在是开始了，然后计时40分钟，但刚刚前面这一趴，所以你觉得他们可以追过来吗？已经站了30分钟了，我现在脸真的是爆汗，希望不要被很快被找到。我要借个道具。啊，对，这个。用这个开具就比较自然，就是像无休时间的概念，这个比较自然，这个比较自然。我们先看车子，我们从这里去看看。先看车子有没有？水哦。每个角落，我跟你讲，找东西我都会。真的吗？对，就喜欢找东西。不可能躲在车底吧？我应该在车底，不应该在车底。你应该在车底，我应该开过去，把你碾的碾过去。三立 OB 车。哎、欸，我们这 O 哎哎，你不要乱跑啦，我们这拍不到你的。哎 ，Hello， 这个 OB 车一台要将近2亿，超贵哎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这里没有鬼哥。现场直播车。鬼哥这里没有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。走。那打球最怕 OB 就是现场是出界。哎，出界就那个车是要干嘛？就罚两杆的 OB。他们一定会藏在感觉很刺眼，但不会刺。实况转播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机器。这个你看起来里面就怪怪的啊，走进来，里面就怪怪的啊，加油，加油，
对不对？这还是有岗位哎，看到鬼哥了，他还在找。OK， 会不会躲在办公室当员工之类？这个难度很高哎，我讲真心话，你们这样一路过来已经过了差不多三个。对呀，好慢哦，速度不可以。三个，已经过了三个。哎呦哎，我都没来过这里，这里是哪里？哎，鬼哥你不要那么鲁莽啊，拍不到你啊。哎，人在上班呢。上班区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啊？有啊，就你怪怪的。鬼哥那里很黑，你先去。两个要走在一起哦，你要群策群力哦。有魔鬼的感觉。两个要走在一起哦。抓到鬼以后都很怕。刚不早讲。没有。赶快，鬼哥，我们走了，没有了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关灯关灯。是有。有看到人吗？有带宠物，他们不会跟我们讲。他们的眼神怪怪的。他们不会跟我们讲。是不是有人在这里？哎哎，人家人家是因为看到明星来了，好不好？他们看到星哥来，不敢一日松懈。真的吗？有没有？嗯，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找，这柜子不会有吧？人家还在上班呢。是吗？人家睡觉一醒。王子，他拿着高官的钥匙，你告诉他拿着高官的钥匙，你告诉他戴假发，你告诉他你告诉他你看，丰田。真巧，你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欸、你蛮适合，你蛮适合。你蛮适合。好，找到第一个，找到这个，第一个，这个无可毋庸置疑的，应该是里面最高的。对，好啊，太棒了，找到一个啊，好棒啊！脚好酸啊，天哪！来，你们拿下来休息一下，需要水吗？好湿的，湿啊！我没有，我人偶当中都是扮一下，我就把头拿下来透透气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会流汗的人。这边有，这边可以吗？可以，这里可以。好好好好，哇，这里也太难了吧！这里太难了吧！我刚刚把那个布拿起来。你小心啊！哎哎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可以踩啊？因为我刚踩过了。哎，你小心啊，那个不能踩啦。这边可以的。不行啊，那个跌倒啦。不会啦。哦。你不要过来，我出去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你小心。鬼哥，你从那个洞看那边有没有人？好，那你走回来。我自己可以走回来。
我长大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长大了。你真的是很空哎。所以他公司一直不敢让他来。对啊，我经纪人一直不敢让我来。哦。15分钟过去了。那是人家的道具。再见。哎，哎，刚是铺了绿的，现在又铺了白了，绿白合。魔王，你等下不要让我遇到你。会不会太明显了？真的假的？这对啊，因为他过来的时候会蹲下来吗？他没有蹲下来，那会太明显。那我就没被发现。不好意思说人家，发现你说人家太明显。对，这个你看这个烂的吧？你被发现了？对啊，我被发现了，严重。哎，你们错过很多了。啊？错过很多，错过很多，错过很多。你们走过很多路了啊，听着讲错过又不低。我想拿那个大的粉扑，那个大那个粉扑可以给我吗？等下那个谁可以再走出来的话，我就要反击。这边没有吗？哪一个红可以进去？那边的红。我觉得娃娃也怪怪的。娃娃是吗？脱掉。我决定了。我决定要看娃娃。我决定了。脱掉。这一只，你知道这一只怎么样怪吗？这只它的腿啊，看起来是篮球员的腿。你们里面没有篮球员。你们打开，你们里面没有篮球员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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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？哇，哎，张温暖哎。不是吗？我手腕里面还没拿出来。哎，不会啦。哎，你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啊，其他应该都。谢谢哥。恭喜。对啊，这个不是。在里面哦不，哇，你在这边里面很久嘞，汗蒸木哎。现在你意思，因为我也不太清楚，听起来是丰田跟博彦被找到了，大田不知道躲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哇，太不专业了，没有穿插。那为什么妈妈直接落自己的脚在那？我就不知道。知道放好好就会穿长裤。他们每次啊，都跟我们说这边这个棚也可以进来，然后就把我们引导到恶魔那里。不是，鬼哥你不要怕，我们现在有这个。哎，这是录什么？完全娱乐。哦，玩女睡。高清。都可以。这种打开，通常里面都会有那个，所以不要开。你不要开啦！看到了，是假人。真的是假人哎。夏威夷女郎。这个应该是魔王。你去开，我帮你打。我去开，啊，你帮我怎样？我帮你打。你帮我打。扑他。啊，他就会先扑我啊。不会，我会这样把你拉过来。是吗？很不错，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接近。鬼哥，干嘛干嘛？你去看那个洞里。等一下，我的粉呢？等，你先不要过去。好，你先过去，跟他一样的哦。好。
除去巫山。工作人员啊。走吧，这里没有。上周说刚要给提示。我要提示哦。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这是最跌最高的地方。哎呦！这是跌最高的地方啊，紫山，紫山，这样子。没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比工程班还要认真呢，真不容易哈。那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太认真了？嗯嗯。我们刚刚有路过吗？有。很多次。两次。啊？要不要给印象提示？你看这个提示很厉害啊。那先跟我走啊，你看你会不会讲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哦。五周年嘛，刚好这个是五棚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五周年五棚啊！哎，这里有一个人呢！哎，这里有一个人呢！哇！哇！辛苦了，大天！哇！我原本以为我会躲得过的。嗯。你怎么进去的？但你现在要出来哎！你知道刚刚？原本他很高，刚讲山，他其实原本堆很高，但他刚趴下来，有趴下来过，对不对？我刚经过你，我刚经过你，哎，你不觉得很自然吗？因为他倒下来了。可是还真的最后最后一个，你先出来，我们先找到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时间访问你了。哎，剩下15分钟，不要理他了，不要理他了，快点快点。我觉得这次的铃铛声啊，比以前的大声，听起来也比以前的还要让人紧张。五棚去过了吗？对。那个范围你们都走过了。那都走过了。所以我们刚路过了。这里面有吗？他刚刚说了，我们走过的地方已经有经过你。你为什么还要质疑？我们怕刚刚说。我们走过的地方已经经过了他们。对啊，所以说。对，刚刚那边我们没有走过，这边我没有走过，所以他们可能在这里。他说是我们经过的地方。好啦。好像只有来宾比较会听红队讲话，因为小鬼已经有被害妄想症。真的？他们真的常常骗人，好不好？刚刚我看。可以再看一次吗？哎呦！这车可以开吗？不是，因为刚刚这个角落里，我觉得里面太黑了。他们不可能躲在车子底下吧？很辛苦哎。过来。哦。没有。另外一边呢？没有。车顶呢？你跳起来看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也有可能。那我们去找一下梯子。我上去过了没有？文姐，文姐，文姐呀，你确定你要上去？我上去。因为照理讲，车底没有，车顶就很难讲。尤其是这个还有梯子，对不对？他在上面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哎哎！魔王，他是魔王城堡。
算你剩下七分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上车底。厉害，但是哦，我觉得，四个当中有三个都是鬼鬼找到的。哪有？我找到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你都已经我看过了，都要走了，然后他这个跟那个谁大庭是我看到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刚刚不是鬼鬼自己冲上来的、啊？这个是我讲的，我说不是在上面，那不是我爬上去的。好、啊，你最。